Yes 93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新春温馨广播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第16集。志峰仔细一看， Amy 和一位外貌俊俏、穿着衬衫外套的中年男子一边喝咖啡，一边有说有笑。对呀、啊，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志峰心情烦闷，不想回家，于是约好友杰威出来解闷。哇 ，Yes， 哈哈，哎 ，Brother， 我又打赢了，漂亮！你这个笔记型电脑就只是用来玩游戏的、啊？我玩游戏用这台超强的 ASUS， 工作用另一台电脑，追女孩子也有一台电脑。追女孩子要电脑干嘛？系统化的储存她的个人资料、照片以及所有的相关资讯，就像她喜欢的约会地点和活动，她爱看的电影，最能制造气氛的音乐。啊，变态。 Of course not， 我快要成功了。你追到 Amelia 了？我说呵呵快要，就是还没啦。 Brother， 为什么那么消极？你心情不好啊？唉，不是很好。 OK， 我为你加油，请你喝两杯。 I will be by your side， I will be by your side， by your side。ASUS ROG Strix GL502 笔记型电脑，外形轻巧，让你随处游玩高品质游戏，特价2498元，只在 Harvey Norman。 Yes 93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新春温馨广播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第17集。 OK， 我为你加油，请你喝两杯。凌晨三点，志峰醉醺醺地回到家。Amy 原本看着电视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被杯子打碎的声响吵醒。哎呀，原来是你，你在干嘛？拿杯子倒水喝。你喝醉了？一点点。你这个样子还说只喝一点点？你凭什么教训我啊？什么？你跟男人喝咖啡，我就不能跟朋友出去喝几杯啊？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这么差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你，哎呀，不要说了啦！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是我吗？是我让你不开心吗？我说够了，够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不开心，所以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是吗？你，陈志峰，你太过分了。 Amy 倒了一杯冷水泼在志峰脸上，走进主人房，把房门锁上。 I will be by your side， I will be by your side， by your side。LG 55寸 3D 智能 OLED 电视机，字体发光像素，呈现丰富色彩细节及最逼真的影像，特价3587元，只在 Harvey Norman。 Yes 93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新春温馨广播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第18集。严杰威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志峰说他心情不好，我就陪他喝几杯。哎呀，快要过年了，应该一团和气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哎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姐夫姐姐离家出走了，乔恩打电话说妈妈不见了，我们就过来了。只是拿了几件衣服和行李，应该走不远吧？你还敢说都是你害的？孩子们呢？外公带他们到楼下的公园去玩。志峰啊，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昨天看到 Amy 和一个男人喝咖啡，他们有说有笑，我以为他和那个男人……姐夫，那个男人是个猎头啊！姐姐昨天打电话给我说，他在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份高薪工作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这份工作要他移居到美国，而且至少3年。Brother， 你看。餐桌上的笔记型电脑，荧幕上密密麻麻很多字。杰威拿起电脑，翻转荧幕成平板电脑，交给志峰。志峰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
我应该已经搭飞机离开了。 I will be by your side. I will be by your side. By your side. 全新的 HP Spectra 360 Classy Hybrid 更轻巧，电池更持久，让你轻易将萤幕360度翻转，笔记型电脑与平板电脑二合为一，特价2799元，只在 Harvey Norman。Yes 93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新春温馨广播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第19集。志峰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搭飞机离开了，我真的需要点时间来想清楚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你帮我跟家人说抱歉，明天的团圆饭我会缺席。团圆饭缺席？怎么可以？一向心平气和的母亲突然大喊，周围的年轻人都吓了一跳。我们一定要把 Amy 找回来。可是妈，我们都不知道姐去了哪里。很简单啊，要出国一定是去机场，新加坡就只有一个机场。志峰，你和妹妹先去机场找，有任何消息传简讯通知我，我的 Samsung Gear S3 智慧型手表马上收到。哇，安迪你很 high tech 勒。杰威，你先跟我去找外公和两个小孩，然后开车送我们去机场。志峰和 Amelia 来到机场，人山人海。农历新年长周末假期，许多人都不拜年，选择出国游玩。姐夫，怎么找？跟我来。两人奔跑到航班告示板。姐夫，找什么？飞往台北的航班。 Amy 最近一直说他很想去台北度假。哦，台北的班机5分钟前起飞了。 I will be by your side. I will be by your side. By your side.Samsung Gear S3 Frontier 智慧型手表，既时尚又实用，能链接手机，还有心跳侦测与计步器等功能，特价548元，只在 Harvey Norman。Yes 93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新春温馨广播剧《家和万事兴》第20集。台北的班机5分钟前起飞了。志峰一脸沮丧地望着 Amelia。姐夫，别气馁。也许姐姐还没有买机票呢。志峰，志峰立刻冲向前，把 Amy 紧紧抱在怀里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不要走，好吗？ I will be by your side, by your side. 姐，你为什么想要离开？我以为志峰变了，他再也不爱我了。那你为什么又没离开？因为你姐姐我啊买不到机票。哦，还有我啊遇到了贵人。谁啊？ Harvey Norman 的服务员。陈太太，你也要出国啊？你的丈夫很体贴，知道你工作忙，他特地请了一天假，自己跑回来买冰箱，还买了一台最好的咖啡机给你。他说你喜欢喝咖啡，他希望能在家里为你泡咖啡。你们结婚这么多年还这么 sweet。 哦，所以你被姐夫为你做的一切感动了。哎，其实你的姐夫啊一直都没变，反而是你姐姐我被工作和生活压力冲昏了头，不但脾气变得暴躁，和你姐夫的沟通也减少了，所以啊才会造成这么多误会还有不愉快。不过还好一切都 OK 了。一年一度的火锅团圆饭，全家人都到齐，还有一位新成员。哎，你来干嘛？对呀，我们都没有邀请你。我是来送安迪这个电磁炉，还有庆祝我的胜利 ，Darling Amelia。大家都看我们的了，别肉麻了。我们肚子饿了，可以开动了吗？可以，不过呢，根据我们家的传统，要一起先念一遍墙上的对联：国泰百业盛，家和万事兴。I will be by your side. I will be by your side.
by your side. Philips Induction Cooker 电磁炉将烹煮时间减少三分之一，更有效保留食物中的养分，限只售99元，只在 Harvey Norman。 Bye bye.